珍珠港遭袭之后，美国一直在等待时机策划报复行动。我说吉米，你苦等的机会到了，一项绝密行动计划由你领衔，受益人总统。极为大胆的军事计划，如何实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毕竟大大的超乎日本人的想象，达到攻其不备出其制胜的效果。情报战、心理战步步展开，对决较量蓄势待发。然而就在这时，在东京，一个人已经严阵以待了。来自香格里拉的秘密行动背后究竟有过怎样的传奇？本期档案为您揭秘最高机密行动，轰炸东京。1942年4月18日上午10:28，日本东京战机低空飞来，没有收到防空警报的人群抬头看看，隐约看见了太阳旗，空军又搞演习了，人们簇拥在一起招手欢呼。可是突然间炸弹接二连三地掉了下来，欢呼声瞬间被爆炸声淹没。一路摇旗呐喊，迎来的却是弹如雨下，自己的飞机炸自己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日军的机灰是这个，而刚才飞过这几架飞机的机灰是这个，瞬间掠过还真是难以辨认。日本人一路欢呼，迎来的是16架轰炸机。那么这些轰炸机是哪儿来的呢？其实这个标志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标识。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空军并非独立军种，而是称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但是空袭日本的这一轰炸机群不隶属于航空队的任何一支编队，它是一支特别行动队。1942年4月18日，美国航空队中校詹姆斯·杜利特率领80名飞行员，驾驶16架 B-25 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发动奇袭。整个轰炸过程仅仅用时30秒。此次奇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创造了太平洋战争史上的一段军事传奇，史称“杜利特空袭”。30秒。仅仅用了30秒，杜立特率领的轰炸机群出奇制胜，轰炸了战时高度戒备的日本本土。那么这么不可思议的奇袭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一军事壮举的领导者——杜立特。时任美国航空队中校的杜立特被美国人昵称为吉米，空袭当年45岁，已经是第二次参军了。据记载，杜立特很矮，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左右，也就是大概在1米67的样子。当时美国军界常有人拿他的身高开玩笑，说杜立特确实矮。不过在玩笑之余，大家总会再补上一句，说身高恐怕是杜立特这个家伙唯一不出众的地方了。杜立特最早的飞行经历要追溯到他13岁那年。那年他看了一次飞行表演，回家后杜立特马上照着飞行杂志上的图造了一架，应该说是糊了一架飞机。第一次试飞他拉着飞机跑，可是还没有飞起来就连人带机一起摔下了山坡。后来杜立特又找来了马车、汽车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牵引，经过反复的实验，试飞终于成功了。飞机在小翱翔了7秒之后才坠毁。就是这儿时的自娱自乐，成就了一段飞行界的神话。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是当时最杰出的特技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人们不单单把他称为飞行员，而是飞行家。21岁时，杜立特加入美国陆军通讯团航空班，成为一名飞行员。1年之后，升任飞行教官。随后，他立即成为航空队新机型的试飞员。一战期间，陆军航空队下令不得将杜立特派上前线，留在后方训练飞行员。26岁，杜立特成为第一个在12小时之内横跨美国本土的飞行员。随后数年无人能破他的记录。当时，但凡涉及到航空竞赛，冠军毫无悬念，一准是杜立特。28岁，杜立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同年组建特技飞行表演团“无勇士”，享誉世界。像这样的人才，当然不能轻易派上战场。但是1942年1月23日，杜立特突然接了一个电话，是陆军航空队总司令，也就是当时美国空军的一把手阿诺德将军打来的。阿诺德开门见山，我说，吉米，你苦等的机会到了，一项绝密行动计划由你领衔，受益人总统。No matter how long it may take us to overcome this premeditated invasion,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ir righteous might will win through to absolute victory.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美国对日宣战，1100万美国人应征入伍，600万妇女代替男人进入兵工厂，为实现6000架飞机、75000辆坦克和1000万吨战船的备战目标大干特干。罗斯福信心满满地将其命名为“胜利计划”。然而，胜利似乎遥不可及。几个月过去了，大街小巷上只有唱机里高奏凯歌，却没有战场上的捷报频传。美国民众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罗斯福倍感焦虑。为了鼓舞士气，他下令立即启动报复日本的行动。其实早于1941年12月21日，也就是珍珠港遭袭2周之后，罗斯福就制定了报复日本的计划。电影《珍珠港》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当天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罗斯福强调，珍珠港这个大大的历史污点一定要用最解恨的方式擦掉，报复日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罗斯福认为最佳计划就是以牙还牙，直接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没想到在场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接二连三的反驳，一致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What you're asking can't be done.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电影《珍珠港》里的片段再现了当时的情形。为了证明一切皆有可能，罗斯福硬撑着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电影中的这个情节多少有些夸张，紧急会议怕是没有时间开得这么煽情，但是将领们你一唱我一和，表示困难重重的情形倒是属实的。那么袭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到底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作战半径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飞得到未必回得来。在太平洋上，距离日本本土500海里的水域就是日军的警戒范围。美军如果想成功地突袭日本本土，那就只能选择一个方法，舰载机
从航空母舰上直接起飞。要想出其不意，飞机必须在这个作战半径外起飞。但在当时，美军的舰载机根本没有这种续航的能力，除非航母驶入日本的作战半径。 航母进入日军的作战半径，意味着随时可能遭受日本轰炸，风险极大。而在这片海域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空军基地作为支援，成功实施空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这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多亏了这位当时美国海军作战部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 1942年1月10日，他奉命到弗吉尼亚诺夫克海军基地视察海军最新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飞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幕：为了训练飞行员将来在航母上起降，机场的一条跑道被涂成了飞行甲板的样子。回到华盛顿后，洛上校立刻向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汇报说。 这一幕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用航母拉上陆军的远程轰炸机，解决够不着日本本土的问题？因为他们比舰载机的航程要远，能够在作战半径之外起飞。传奇人物杜立特领先实施报复行动，他要让不可能完全变成可能。这个大胆的构想。 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军事创举，报复计划被列为最高机密，但在美军尚未行动之时，为何已经有人严阵以待？山本56早就布下了铁扇般的防线，这将会是怎样的较量？档案正在揭秘。传奇人物杜立特领先实施报复行动，他要让不可能完全变成可能。这个大胆的构想。 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军事创举，报复计划被列为最高机密，但在美军尚未行动之时，为何已经有人严阵以待？山本56早就布下了铁扇般的防线，这将会是怎样的较量？档案正在揭秘。 海空一体配合作战。 这个大胆的构想，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的军事创举，这毕竟大大的超乎日本人的想象，达到攻其不备、出其制胜的效果。可这个构想怎么才能变为现实呢？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杜立特身上。杜立特从来没有在航母上起飞轰炸机的经验，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选择机型，二是培训飞行员。 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在机型选择上有两点必须要得到满足：一是超大的载弹量，二是远程续航能力。而且机身要小，起飞距离要短，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功的被安放在航母的甲板上。当时完全符合参数的飞机是没有的。在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试验之后，最终杜立特锁定了 B-25米切尔式远程轰炸机，因为在经过改装之后，只有它。 可以满足所有的条件。第二个难点就是训练飞行员，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大致模拟出的杜立特在埃格林空军基地设置的一条飞行跑道。这个红叉就是起点，这条红线就是被飞行员们称作的生死线。两点之间的距离是467英尺，也就是。 142公尺左右，这个长度是 B-25米切尔式远程轰炸机正常起飞距离的1/5。航母甲板上的跑道比起陆地的跑道来说，既窄又短。经过严格的测算，如果不能在这个距离当中安全起飞，那么飞行员们面临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一头扎入大海。然而，杜立特不愧是飞行界的神话。 在临危受命之际，他再一次创造了飞行界的奇迹。通过对油箱、瞄准器和机头的一系列创造性改装
1942年1月23日，杜立特试飞成功。随后，他立即在陆军航空队的6个编队中秘密进行人才选拔。3月1日，通过初选的飞行员抵达佛罗里达州埃格林基地进行集训，期间必须与亲人断绝一切联系。整个训练过程，飞行员对进攻目标和内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必须在3个星期内熟练地掌握短场起飞、投弹射击和改装飞机的技巧。每当队员追问任务内容时，杜立特总是带着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说，做一次起飞比赛，如果他输了就告诉他们。好不容易有一次杜立特输了，他郑重地告诉大家要去夏威夷岛上参加瓦胡岛基地的重建。据一位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杜立特实在是不擅长骗人，但当时他的气场和磁场似乎不容你质疑。我们找到了一份参加杜立特空袭的飞行员在秘密培训期间的飞行记录表。这是参加空袭的飞行员理查德·乔伊斯中尉的儿子公开的一份他父亲在秘密培训期间的飞行记录表，上面有这样的记录，登记时间是1942年3月24日，登记的有5人，训练机型 B-25 米歇尔式轰炸机，这个 P 表示乔伊斯是驾驶员， CP 是副驾驶， NB 代表领航员， E 为机械师， G 是机枪手。当时杜立特招募了120名飞行员志愿者，将其分为24组进行训练，最终选定了80人和16架轰炸机执行任务。这一张是乔伊斯入队的证明，这里是杜立特的亲笔签名。由于行动属于高度机密，这张证明直到二战结束后才下发到个人手里。1942年4月1日，杜立特将他们带上了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并宣布次日出港。这一天刚好是愚人节，命令好像是个玩笑，因为飞行员们发现大黄蜂号上的船员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把这批飞行员和轰炸机运到什么地方去，而船员们也发现这些飞行员自己也不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然而就在这时，在东京，一个人已经严阵以待，充分做好了抵御美军袭击东京的准备，他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陶醉在各条战线的战果中。1942年3月2日，裕仁天皇对山本五十六说，转眼都成了囊中之物，你说胜利的果实怎么来得如此之快？但当时的山本五十六根本不想陪着得意，东京能否躲过一劫的问题让他倍感焦虑。1942年3月11日，在给情人艺妓丹羽美智的回信中，山本写道，开战3个月了，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空袭，为此人们感到心满意足，甚至还有人感谢我，认为这是我的功劳，这大错特错。可以想象，如果敌人前来空袭，像东京这样的城市是无法防护的。据记载，自从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对天气敏感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东京是大晴天，他就吃不香睡不着。他太了解美国了，对于珍珠港的偷袭无疑是唤醒了一头雄狮，美国对日本报复那是迟早的事儿。所以山本五十六早就布下了铁扇般的防线。在整个西太平洋海域，
自从1942年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威克岛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之后，山本五十六就将警戒线扩大至600至700海里。随后，从西南太平洋调回了日本名将南云忠一指挥的瑞鹤号和祥鹤号两艘航空母舰，同时加强对本土东岸的空中防御力量，加派警戒船只，日夜瞭望，将渔船配上了无线电，改为警戒船，并时不时地派遣侦察机辅助巡逻，死死地盯着美国方向的一举一动。1942年4月8日，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队出发的6天之后，由企业号航母、2艘巡航舰、4艘驱逐舰和1艘游轮组成的特混舰队，在威廉·哈尔西中将的指挥下，由珍珠港起航，掩护杜立特空袭。4月10号，威廉·哈尔西给大黄蜂号发去电报，预计豪将在太平洋北纬38度、东经180度处与麦克会合。豪和麦克会合，这代表着什么呢？豪是企业号航母及其护航舰队的代号，而麦克则是杜立特所在的大黄蜂号航母及其护航舰队的代号。整个护送杜立特编队的特混舰队由这2支航母组成，属于第16特混舰队，指挥官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威廉·哈尔西。4月10日，就在哈尔西指示发出了会合电报的当天下午，山本五十六就接到了报告，说发现异常信号2处，疑似敌军航空母舰。经过再三考虑，山本五十六决定立即调兵遣将，但暂且按兵不动。为什么呢？山本五十六对美军所有航母舰载机的有效飞行距离了若指掌，按照他的布防，除非美国的航母驶入了距离日本本土300海里以内的海面，否则不可能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但原本只打算防御的山本，在接到了发现航母的情报后，动了野心。好赌的他想再赌上一把。他知道，毁掉美军的这2艘航母，就等于毁掉了美军海军一半的作战力量。神秘安排、精心策划、报复计划终于浮出水面。杜立特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就会面临这个最坏的打算。然而敌情瞬息万变，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在太平洋上拉开序幕。但让他们两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的警戒船会马上出现在眼前。危险迫在眉睫，千钧一发之际，档案正在揭秘。山本五十六打算先装作毫无防范，诱敌深入，待美军特混舰队行至距东经600海里的地方，再将其一网打尽。他甚至想着，消灭了美军的航母，进攻美国本土就指日可待了。但是有一点，他没算到。山本五十六万万想不到，航母上会有杜立特，会有远程轰炸机。豪特混舰队和麦克特混舰队会合之后，全体调至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太平洋上隐身。4月16日，杜立特终于向飞行员公布了保密近100天之久的任务：轰炸东京。参与行动的201名成员激动不已。如何执行轰炸，又如何撤离？杜立特这样告诉80名飞行员：此次轰炸的目的是震慑日本、打击日本的士气，所以轰炸目标不是造成人员的伤亡，而是破坏军工重地。因为日本建筑大多为木质，所以每架轰炸机先投下2枚重达230公斤的炸弹，随后投放450公斤的燃烧弹。轰炸的重点为军工厂、机场和港口，他们的降落地是中国。我们找到了一份目前存档在美国空军博物馆的
轰炸东京意见及申请书的影印件。这是经过陆军总参谋部整理过的版本，这是空袭任务实施前杜立特写给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的备忘录，其中杜立特申请轰炸机群从东南方向飞入，投弹后先朝原方向返回，在脱离日本海岸线足够的距离后转向西飞，飞向中国的衢州、丽水、玉山及建瓯等一处或多处机场，在这些机场加油后飞往重庆的空军基地。同时杜立特还申请通知当时已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安排美国人接应，派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并到这些机场查看。到了中国以后，他们最终会到中国战区参谋总长约瑟夫·史迪威那儿去，支援中缅战区。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航空单位。阿诺德将军将这份备忘录提交给白宫时，罗斯福总统却示意阿诺德，杜立特编队行动前，不要通知蒋介石政府，因为当时几个备选的降落机场都在浙江、江西、福建北部一带，大多是日军占领区。情报部门认为，这个时候向中国政府传递情报危险性很大，为了保密起见，就暂时先不告诉蒋介石政府了。随后情报参谋告诉飞行员们，如果落在了中国，不幸落在了日军占领区，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最好办法是看脚趾，分得很开的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穿木屐。当时有的飞行员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轰炸之后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可是如果我们连日本都飞不到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杜立特是怎么回答的。If we were intercepted by Japanese surface or aircraft, our aircraft would immediately leave the decks. If they were within range of Tokyo, they would go ahead and bomb Tokyo, even though they would run out of gasoline shortly thereafter. That was the worst thing we could think of. 被迫提前起飞，燃油很快耗尽，这是最坏的打算。但杜立特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就会面临这个最坏的打算。4月18日凌晨3:10，威廉哈尔西的企业号的雷达监视屏上发现了敌船，也就是山本56派出的警戒舰日东丸23号。他们发现美军航母之后立即向东京发报，我们在联合舰队五河镇守府战事日志中找到了关于这条电报的记载，一起来看一下。时间是4月18日8:25，发报人23日东丸，收报人 JF 各长官。这个 JF 就是联合舰队的简称。内容发现敌航空母舰3艘。就在4月10日还疑似是2艘航母，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是3艘呢？于是凌晨6:30，山本56下令东丸号再次核准敌舰数量并报告具体方位。事实上这个内容东丸号已经发出，只不过没有落到山本的手里，而是被威廉哈尔西截了去。企业号航母在东经153度10分北纬36度4分处截获日军电报，内容为犬吠灯塔以东650海里处美军航空母舰3艘。随即企业号舰长哈尔西紧急向杜立特所在的大黄蜂号航母发送消息，有敌情立即改变航向。哈尔西立即下令干掉这艘日本警戒船。29分钟之后，日东丸23号举起了白旗，舰上11名船员被俘获，船长自杀。随后特混舰队回到既定航线加速前进。此时轰炸机队距离预定的起飞地点还有150海里，但是杜立特他们已经被敌人发现，如果坚持执行原计划估计凶多吉少。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起飞。356海空大出兵，杜立特的飞行编队又将如何应对？威胁迫在眉睫。4月18日上午8点，威廉哈尔西下达了命令。长途奔袭步步惊心，东京上空30秒，轰炸能否完成？这是他对空袭的报道，大标题就是敌机企图空袭，失败而归。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为何称其为来自香格里拉的轰炸？档案正在揭秘。7分钟后，企业号舰长威廉哈尔西再次接到报告，视线之内又一次发现了敌船，这就意味着杜立特轰炸机队已经被敌人发现了。哈尔西再次查看了海军军部为这次行动专门设定的路线图，按照指令，舰队必须在距离日本本土400海里的地方返航，也就是这片区域，否则将进入敌舰载机有效的攻击航程之内。哈尔西明白，提前起飞就意味着杜立特轰炸机队将在白天对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现在敌人已经有了预警，他们很难飞到东京，即便是能够成功实施轰炸，之后由于航程和载油量的限制，他们能够安全着陆在中国境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如果不提前起飞，整个特混舰队就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现在的这支舰队是美国海军现存的作战力量当中的50%，用它做赌注代价太大了。威胁迫在眉睫，4月18日上午8点，威廉哈尔西下达了命令，轰炸机群提前起飞。太平洋上相距688海里的美日两方拉开阵仗，自东向西，特混舰队纷纷将舰首调至正东京湾的方向。大黄蜂号上警铃大作，起初飞行员们还以为是演习，冲到甲板才发现是行动被迫提前。当时凭借《一马车》和《愤怒的葡萄》曾经获得2届奥斯卡奖的导演约翰·福斯特就在大黄蜂号的舰楼上，但是慌乱之中他还是抓拍到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这段胶片目前保存在美国海军档案馆中，一起来看看这段珍贵的影像。杜立特刚飞出甲板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眼看着轰炸机颤颤巍巍地消失在甲板下方。幸好一秒钟之后，杜立特又立刻将他拉起来。在回忆录中，杜立特写道，由于提前行动，起飞时是最令人担心的逆风，我当时没有杂念，一心只想冲出去，现在想来有些后怕，如果我失败了，后面的他们将是怎样的心情。杜立特的回忆录叫做我不可能再这么幸运了。在日本联军舰队司令部内，这句话正好能道出山本56当时的心情。山本以为凭借他料事如神，美国海军主力部队正在一步一步地落入陷阱，他要在海上布下天罗地网发起对决。晚了，也错了，偷袭珍珠港山本56赌赢了，但这一次他输定了。就在4月18日，山本56下令启动对美舰队作战第3号战术方案，要求一天之内5艘航母、6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9艘潜艇、90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立即向日东丸23号被击沉的方向进发。在山本56的大军尚未集结完毕之时，杜立特已经看到日本的海岸线。到达日本本土后，杜立特编队实施穿梭轰炸，迅速成功地完成了轰炸任务。空袭发生前1个小时，山本56接到了美军航空母舰突然返航的消息，他以为是美军察觉到了他的布防，想掉头逃跑。然而就在他部署追击行动计划的时候，
防空警报响了。东京遭到空袭，山本五十六遭到天皇的责骂。天皇表示，日本上下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更不能承认帝国被美利坚敲打了。言外之意就是，日军必须掩盖舆论。很快，天皇的精神就被领会了。这是1942年4月29日的《写真周报》。这份刊物是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编撰的，主要思想就是宣传武士道精神和大东亚圣战。这是他对空袭的报道，大标题就是敌机企图空袭，失败而归。但是请注意看这里，这儿注明了开篇我们提到的日本人看走了眼的那两个机会，有点意思吧？日军先说是敌机空袭失败，然后又教授日本人如何识别自己的飞机和敌机。二战结束后，麦克阿瑟率领占领军进驻日本，在东京找到了日军的部分机密文件，其中杜立特轰炸对东京造成的实际损失就记载在这份档案中。日本共有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彻底摧毁。空袭被害状况，直到二战结束后，日本也没有打算公开这份档案。One purpose was to give the folks at home the first good news that we had had in World War II. It caused the Japanese to question their warlord. 这是杜立特回忆的轰炸的目的。那么和日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轰炸任务执行完毕之后的几天内，整个美国似乎毫不知情，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电台里播送的也只是来自日本的消息。这就奇怪了，空袭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大力地鼓舞美国民众的士气，打击自认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日本吗？现在目的达到了，按照美国人的性格应该大肆地宣扬才对啊，怎么反而避而不谈了呢？1942年4月18日晚，罗斯福总统通过日本的电台听到了东京遭到轰炸的消息，他非常兴奋，他立即联络了解这项计划的仅有的5个高层。可是总统得到的反馈却是，无论从史迪威还是从中国政府方面，都没有关于杜立特轰炸机队的任何消息。但是这些英雄们目前还存在着十分渺茫的生存机会，保持沉默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所以一切消息都被封锁住，陆军和海军军部绝口不提，美国政府也表现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当外媒一再追问时，罗斯福总统微笑着说，他们来自香格里拉。1942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从他的美国顾问那里得到了一项来自美国的绝密任务，紧急扩建衢州机场，确保机场能够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的起飞降落，而留给他的修建时间仅仅只有60天。蒋介石满腹疑惑啊，衢州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日军占领了，美国人在这个时候急着修建轰炸机跑道，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然而美国顾问却不愿再多透露半句。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机场到底是用来做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作为抗战同盟国的美国将和中国同仇敌忾，没有水泥厂，数万老百姓硬是用石棺碾出了一条轰炸机跑道。衢州机场只用了60天就已经全部建好了，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这条跑道将成为美国一项绝密军事行动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事情还要从1941年说起。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席卷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此时的美国却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然而，美好的生活却在12月7号这天被打破了。这天早晨，日本军队偷袭了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这张照片拍摄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这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对日作战的宣言，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开始策划报复日本的行动。罗斯福强调，偷袭珍珠港这个历史污点一定要用最解恨的方式擦掉，报复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最佳计划就是以牙还牙，直接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从美国到日本本土几乎需要横跨半个地球才能够到达。照片上是当时刚刚服役的大黄蜂号航母。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候呢，大黄蜂号正好在外面训练，因此幸免于难。罗斯福曾经设想用这艘航母携带着舰载机轰炸日本，然而舰载机的飞行距离实在是太短了。要轰炸日本本土，大黄蜂号航母必须驶入日军的作战半径，一旦进入日本作战半径，将意味着美军航母随时可能遭到日军的轰炸，美国仅存的海军力量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在这个时候啊，美国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人们都认为航母只能够运载飞行距离较短的小型舰载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将远程轰炸机放在航母上呢？用航母运载陆基轰炸机，这个史无前例的军事构想得到了罗斯福的首肯，它必定会超出日本人的想象。然而，陆基轰炸机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航母上成功起降呢？美国军方必须寻找一位优秀的飞行员来试飞。美国军方挑选出来的试飞员就是照片上这个人，他叫杜立特。杜立特看上去啊，貌不惊人，身材矮小，坐在飞机舱里边甚至看不见他的脑袋啊，有人笑称这是无人驾驶。然而人不可貌相，杜立特在美国的航空史上留下了数不清的个人记录。杜立特是一个飞行天才。1917年，21岁的杜立特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仅仅经过半年的时间，他就被晋升为教官。26岁时，杜立特成为第一个在12小时内横跨美国本土的飞行员。28岁那年，杜立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杜立特一直认为战场才是他最好的归宿，他三番五次的要求投身前线，但是他的要求每次都被拒绝。当时在美国的陆军航空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够让优秀的飞行员上战场，因为一旦牺牲就损失太大了。直到1942年，杜立特接到了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电话，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授意他参加一项绝密的行动计划。杜立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让 B-25 轰炸机在大黄蜂号上起飞。这个任务即便是对于一个天才的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航母上的跑道是142米，只有 B-25 轰炸机正常起飞距离的1/5。如果不能够在这个距离起飞成功，飞机就会坠入大海。
经过多次的研究和实验，杜立特终于让第二母轰炸机在航母上成功起飞。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却十分严重，轰炸机不可能在航母上成功降落，美军不得不重新设计他们的作战计划。杜立特重新设定计划，用航空母舰将第二五轰炸机运到距离日本本土不到400海里的范围，轰炸机飞到日本实施轰炸，然后再飞到1500海里外的中国安全降落。这一次轰炸计划，罗斯福几乎出动了所有的海军力量，如果计划失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这次计划可以说是绝密当中的绝密。中国的民间学者郑维勇研究杜立特行动将近有20年，许多详实的历史资料都记录在了这本《降落中国》一书当中。这其中提到，告知中国人时务必小心及时，因为给予中国人的任何情报料到可能会落入日军手中，过早通知会使这一方案致命。这也就造成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蒋介石只知道要修建衢州机场，却不知道到底用来做什么。虽然制定好了飞行线路，然而摆在杜立特面前的还有许多难题。第二五轰炸机根本就飞不了那么远，该怎么办？飞行员又该如何挑选？杜立特会如何一一化解难题呢？改装飞机，紧急训练，120名飞行精英挑战极限，却对自己的行程一无所知。他们被要求一定要学会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必须记住一个中国地名，衢州。行动败露，计划有变，轰炸行动如何继续？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1942年1月23号，杜立特驾驶第二五轰炸机在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成功。紧接着，杜立特在陆军航空大队对飞行员进行了秘密招募。3月1号，通过初选的120名飞行员抵达佛罗里达州埃格林基地进行集训。这期间，他们必须与亲人断绝一切联系。这本《东京上空30秒》，作者名叫泰德·罗森，当年呢，他就是杜立特中队的一名成员。在这本书当中呢，罗森记录下了杜立特第一次对他们进行训话的情景。他指杜立特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觉得这不是自己一辈子做过的最危险的事，那么连训练都别参加了，你现在就可以退出。如果谁坚持不下去，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如果你们现在有人要退出，没有任何问题。”杜立特说这番话的时候，现场是鸦雀无声，120名飞行员对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毫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这项任务很重要，很危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由于飞机最终将飞向中国，行程已经大大超出了第二五的飞行距离。为了能让飞机携带4枚炸弹以及更多的燃料，飞行员们拆掉了一切可以拆掉的东西。经过改造后的第二五轰炸机，飞行距离增加到了2400英里。杜立特挑选了80名优秀的飞行员，分为16个机组。临出行前呢，16个机组分别在他们的飞机前留下了这些照片。他们即将要开始一段生死未卜的远行。1942年4月1号，
载有16架美军 B-25 轰炸机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从美国本土出发，前往日本海域。参与这一行动的还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此外更有重型的巡洋舰3艘，轻型的巡洋舰1艘，驱逐舰8艘，另外还有燃油补给舰2艘。在珍珠港被袭之后，这支联合舰队差不多算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全部家当了。出发的这一天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一切似乎就像是一个玩笑，因为飞行员们发现大黄蜂号上的船员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把这批飞行员和轰炸机运到什么地方去，而飞行员自己也不知道要飞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被要求一定要学会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必须记住一个中国地名，衢州。直到到了太平洋，他们才终于知道了这次行程的目的，轰炸东京。然而此时在东京，有一个人已经布下层层防线，严阵以待，充分做好了抵御美军袭击的准备。这个人名叫山本五十六。山本五十六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用美国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对于美国的实力那也是了如指掌。据记载，自从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对天气敏感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东京是大晴天，他就吃不香睡不着。他太了解美国人了，对于珍珠港的偷袭无疑是唤醒了一头雄狮，美国对日本报复那是迟早的事儿。山本五十六认为，只要把美国的航母舰队挡在距离日本本土300海里以外，就可以保证日本本土的绝对安全。珍珠港事件后，山本五十六将日本的警戒圈又向东推展到600海里，并不时派出警戒船只和侦察机巡逻。他认为日本本土绝对万无一失。就在山本五十六高枕无忧的时候，1942年4月17号，杜立特中队在大黄蜂号航母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这张照片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杜立特将二战之前日本天皇授予他的勋章系在了炸弹上，这些美国飞行员还用粉笔在炸弹上写下了一些烧给日本人的话，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我不希望全世界生灵涂炭，除了日本。轰炸时间被定在1942年4月19号，然而就在18号这天凌晨，意外降临了。美军士兵在雷达上发现了日军的警戒船只，而日军的船只也发现了他们。美军开火了。29分钟后，日本警戒船举起了白旗，船上11人被俘获，但是已经太迟了，日军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按照原计划，美军还要向日本方向行驶大约是150海里，然而行动计划已经暴露，整个舰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起飞。可是如果提前起飞，那么也就意味着杜立特中队将在白天对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现在敌人已经有了预警，他们很难飞到东京，即便是能够成功的实施轰炸，之后由于航程和载油量的限制，他们能够安全地着陆在中国境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威胁迫在眉睫，所有人都陷入了两难的抉择。行动提前，强行起飞，然而日军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山本五十六思来想去，都觉得自己的战术是天衣无缝的，
低空飞行轰炸东京，杜立特中队却看到了令他们匪夷所思的一幕，大揭秘正在。刚刚我们讲到，美国的航母舰队已经被日军发现了，如果轰炸行动提前，80名飞行员将是有去无回，但如果不提前起飞，整个航母舰队就会遭到日军的攻击，这几乎是当时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所有家底。在艰难的抉择后，大家一致决定提前起飞。1942年4月18号上午8点，杜立特第一个起飞，沉重的轰炸机将航母变成了跷跷板，巨大的海浪拍打在甲板上，让飞机跑道变得又湿又滑。杜立特刚飞出甲板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眼看着轰炸机颤颤巍巍地消失在甲板下方。幸好一秒钟之后，杜立特又立刻将它拉起来了。1个小时后，16架飞机全部升空。与此同时，山本56已经接到了发现美军航母的情报，他打算先装作毫无防范诱敌深入，等到航母驶入日本的作战半径，再将其一网打尽。山本56思来想去，都觉得自己的战术是天衣无缝的，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军的航母上会有远程轰炸机。就在山本56还在按兵不动之时，杜立特和他的队员们已经看到了日本的海岸线。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杜立特一行人飞到了日本领空，停靠在东京湾里的渔船，忙碌的人群、工厂、稻田，在杜立特的机翼下一一掠过。令这些美国飞行员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不但没有遭遇日军的高射炮，反而迎来了日本人民的招手欢呼。日本人怎么会对美军的轰炸机招手示意呢？我们来看看这两张照片啊，上面这一架是美军的飞机，它的机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下面这一架呢是日本的飞机，那么它的机徽是这个样子，瞬间掠过，还真是难以辨认。更加凑巧的是，就在杜立特中队进入日本之前，日军刚刚进行完一次防空演习，因此人们把这些美国飞机当成了还在演习的日本飞机了。就在人们招手欢呼之时，炸弹接二连三地掉了下来，欢呼声瞬间被爆炸声淹没。经过改装后的 B-25 轰炸机基本已经丧失了防御力，万一遇到防空火力或是空中拦截，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毫无防备的日军显然没有做任何准备，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等地接连遭到美军的轰炸。据说在杜立特空袭当天，天皇裕仁夫妇正在花园里边除草，听到宫外的爆炸声，裕仁拉起妻子良子东躲西藏，一时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关于这一点呢，日本官方倒是没有任何的记载，兴许只是坊间的传言。但是根据美国的官方记载，天皇皇宫确实是计划当中的轰炸目标，但是杜立特空袭并没有轰炸皇宫，这又是为什么呢？1940年9月的不列颠之战，杜立特正在伦敦，他亲眼目睹了英国国王居住的白金汉宫遭到轰炸后，英国人民的愤慨和同仇敌忾。他认为轰炸皇宫将引发过度的仇恨，得不偿失。于是杜立特下令并再三嘱咐飞行员们放弃这个目标。1942年4月18号，16架 B-25 轰炸机携带的所有炸弹全部落在了日本本土，全程仅用了30秒。就在杜立特轰炸的当天，
日本的广播里边还在宣扬着日本本土绝对不会受到袭击。然而，仅仅30秒的时间，日本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破灭了。轰炸过后，天皇裕仁迅速下令封锁消息，直到二战结束以后，人们才知道这次轰炸造成日本共有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彻底的摧毁。从战术上来说，杜立特轰炸东京的战果远远比不上美军在珍珠港所受的损失。然而，这一次轰炸彻底打乱了日军的步伐。为了复仇，山本56急于发动了中途岛之战。然而，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的4艘主力航母被击沉，太平洋战场的战局彻底扭转。杜立特中队出色地完成了轰炸任务，即将飞往他们的目的地，位于中国的衢州机场。然而，衢州机场始终没有等来这16架飞机，美国政府也和这16架飞机失去了联系。80名美国飞行员竟然消失在了天空当中，神秘地失踪了。杜立特中队的80名飞行员到底去了哪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呢？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1942年4月18号，80名美国飞行员执行了一项艰苦卓绝的报复行动。他们驾驶16架 B-25 轰炸机，从日本近海的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对包括日本首都东京在内的几座城市进行轰炸。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的一次空袭。这一行动后来以其策划和执行者杜立特中校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杜立特行动。1992年，美国政府举行了杜立特行动70周年的纪念活动。照片上第二排这几位已经满头华发的老人，就是当时还健在的美国飞行员。而第一排正中间站着的，却是5位中国老人。这5位中国老人既不是飞行员，也没有参加过杜立特行动，却被专程邀请到美国参加纪念活动，并且受到了贵宾的待遇。美国纪念杜立特行动为什么会邀请5位中国老人参加呢？1942年4月18号，16架 B-25 轰炸机携带的所有炸弹全部落在了日本本土，全程仅用了30秒。按照原计划，轰炸结束后，他们将要飞往位于浙江的衢州机场，中方负责接应的人员已经在衢州等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然而，衢州机场始终没有等来这些飞机。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也正在等待着杜立特中队的消息，他焦急地打电话给蒋介石和当时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然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80名飞行员消失无踪，他们究竟去了哪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42年4月18号凌晨，正在开往日本的美军航母舰队意外被日军警戒船发现，眼看行踪已经暴露，80名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驾驶16架 B-25 轰炸机提前起飞。轰炸结束时，16架飞机全部面临着燃料耗尽的危险。8号机飞往最近的苏联迫降，其他15架飞机全部飞往中国，寻找目的地衢州机场。早在2个月前，蒋介石就接到了一项绝密的任务，扩建衢州机场。他得到消息，1942年4月19号白天将会有美国飞机在衢州降落。然而，提前出发的杜立特中队却在18号的夜里就到达了衢州的上空。为了安全，杜立特中队实行的是无线电静幕，
而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新的情报。18号深夜，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飞机的引擎声，以为是日本飞机要来破坏机场，立刻就关掉了所有的灯光。杜立特中队完全失去了方向。历经13个小时的飞行，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全部燃油耗尽。就在这时，一场暴风雨来袭，能见度降到零。生死关头，所有人都通过对讲听到了杜立特最后下达的命令：如果天气还是这样，我们只好弃机跳伞。在《降落中国》这本书当中呢，记录了这些行署主任贺阳凌的一段回忆。这时，也就是1942年4月18号的深夜，我正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公务，忽然听到一阵低沉的引擎声。起初我还以为是风刮到树林的呼啸，过后这声音回荡不绝，时远时近，我确信这是一架轰炸机上发出来的吼声。机身一直在左近盘旋，约莫有20分钟，忽然一声巨响落在不远的山外，消失了。第二天一早，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被当地百姓送到了贺阳凌所在的浙西行署公馆。贺阳凌找来了一个略懂英文的官员，经过聊天得知，这个人是美国的飞行员，名叫杜立特。原来就在前一天夜里，杜立特弃机跳伞后，他和一号机的其他4名飞行员走散了。就在杜立特到达这些行署没多久，一号机的其他4位成员竟然全部都被老百姓送了过来。劫后余生，一号机的5名飞行员竟然在中国团聚了。一号机组成员受到了中国百姓热情的款待，杜立特向大家讲述了轰炸日本的经过。人们知道，这支美国飞行队将和他们并肩作战，抗击日寇。杜立特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由浙西行署向重庆发信，请转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轰炸东京已获成功。虽然这次轰炸已经成功，然而杜立特却十分的伤感。16架飞机，除了1架飞去苏联，其他15架全部坠毁。15架飞机里边的75名飞行员，此时毫无音讯，生死未卜。那么其他机组成员到底去了哪里呢？深更半夜，美国人突然出现在中国偏远的山村里。司竹先生画了一张日本国旗，飞行员们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挥舞着拳头砸向了日本国旗。秘密营救五名重伤的美国飞行员。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县城里的卫生院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这里是浙江象山县的一个小村庄。1942年4月18号的夜里，村民们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惊动了整个村子。当时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村民们如惊弓之鸟，全都跑到山里边躲了起来。在山上观察了很久，村子里却再也没有了动静。村民马良水和妻子赵小宝大着胆子下了山，他在家里前前后后查看了一遍，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突然从猪圈里边传出了奇怪的声响，马良水仔细一看，竟然是几个个头高大、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深更半夜啊，来历不明，语言不通，这些人到底是敌还是友呢？
出现在这个小村庄的正是杜立特中队的15号机组成员。执行轰炸任务当天，15号机排在最后，燃料最少，最终他们不得不迫降在了一个浅滩上。15号机组成员爬出机舱，走向完全陌生的中国渔村。虽然不知道这些洋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但是看到这些人呢，浑身湿透的狼狈模样，朴素善良的马良水怎么也不忍心把他们拒之门外。马良水让妻子赵小宝为这些洋人们准备了热汤热菜，又把村子里的私厨先生给叫了过来。私厨先生画了一张日本国旗，飞行员们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挥舞着拳头砸向了日本国旗。村民们立刻就放下心来，看来这些洋人是来帮忙我们打日本人的。接着美国的飞行员们又写下了一封求助信，这封信的原件呢，现在存于浙江档案馆。信上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需要到处州（括号株洲）或者到中国飞机场，然后我能得到一架飞机到达重庆。假使有人能够领我到飞机场，那么我到那边的时候，此人可以得到赏给。假使飞机场离此远的话，那么领我们到最近的中国兵队那里去。处州、株洲，其实呢，这些飞行员想去的是衢州。此时东京被轰炸的消息已经在日本军中传开，迫降飞机的残骸也被日军发现。如果飞行员们被日本人找到，不仅他们性命不保，村子也会跟着遭殃。马良水和村民们计划必须立即转移这些美国人。就在村民们正在商量计划时，马良水听到了消息，就在前一天附近村庄里边也出现了美国人。然而那几个美国人全部被日军抓捕了，帮助过他们的中国村民都被日军活活的烧死。马良水感到十分的愤怒，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美国人安全的转移。马良水和村民们计划把5个美国人转移到尚无日军踪迹的地方。为了躲避日军的海上巡逻艇，他们把美国飞行员打扮成中国渔民的样子，一船人悄悄地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渡了过去。15号机的5名飞行员最终安全到达了位于浙江省台州的恩泽医院。接下来他们得知了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7号机的5名飞行员竟然也在这里。10个美国飞行员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7号机组的经历比他们更加的曲折离奇。1942年4月18号，7号机迫降在了一处礁岩上，5名机组成员被甩出飞机，全部身受重伤。正当他们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时，一群人向他们走过来。机械师撒切尔迅速拔出手枪，而领航员罗尔却从桩树上认出这些人是中国渔民。渔民们将他们抬回村里，并为他们找来了一位老郎中。经过老郎中的检查，7号机的5名成员浑身是伤，而且伤口已经开始感染。其中机长罗森的腿受伤十分严重，现在每耽误1分钟都关乎生死。他们必须把这些美国伤员送到有治疗条件的医院去。渔民们决定以打鱼为幌子，护送5名美国人去县里的医院。身受重伤的罗森感觉自己被抬了起来，温暖的阳光伴随着伤痛让他昏昏欲睡，一直到他被突然扔在地上。原来就在这时，一艘日本巡逻艇开了过来，所有人立即趴了下来。
日本人截住了原本要接走美国人的渔船，好在一番搜查无果后，日本巡逻艇就开走了。一场虚惊过后，七号机组的五名成员终于上了渔船，他们躺在狭小的渔船的船舱里边，一路上是担惊受怕，伤痛难熬。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县城里的卫生院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让他们绝望的消息，这里哪怕是一片止疼药都没有。村民们迅速用轿子将他们送往一座更大的医院，恩泽医院。罗森第一次坐轿子，在轿子上的一路颠簸让他的伤口疼痛更加剧烈，他只能靠数数转移注意力，才熬到了恩泽医院。幸运的是，恩泽医院接纳了他们。在后来的回忆当中啊，罗森说道，我感觉整个中国啊都向我伸出了帮助的手。然而当时的罗森没有想到，他们的到来竟然给这些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带来了杀身之祸。全力援救美国飞行员，日军残酷屠杀，疯狂报复。在日军残酷的报复下，25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硝烟散尽，恩情永存。一个有44位健在的飞行员签名的铜牌，上面有两个大大的汉字，多谢。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位于浙江省台州的恩泽医院，曾经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一所教会医院。在抗战时期呢，这里是方圆百里内医疗条件最好的一家医院。杜立特中队七号机组的五名飞行员当年就是被送到这个地方来治疗。当时病房的窗户边经常挤满了好奇的老百姓，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蓝眼睛黄头发大高个的外国人。照片上的这个人呢，名叫陈慎言，他是恩泽医院院长的儿子，也是几位美国飞行员的主治医师。陈慎言受过高等教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美国飞行员来说，陈慎言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能够进行交流的朋友。在陈慎言的精心照顾之下，七号机组的飞行员们都逐渐地恢复了健康。然而机长罗森的腿部伤势却越来越严重。后来被送往恩泽医院的15号机组里有一位名叫怀特的军医，怀特和陈慎言反复讨论病情后做出来一个痛苦的决定，罗森腿部的伤势还在蔓延，很有可能引发生命危险，他们必须要为罗森截肢。当时的恩泽医院缺少麻醉药，为了能够缓解罗森在手术时的痛苦，陈慎言找来了教会的唱诗班，在床头为他唱歌。在一片祈祷声中，手术终于顺利完成了。手术以后，作为飞行员的罗森一度因为截肢而感到抑郁痛苦，陈慎言一直在旁边鼓励着他，照顾着他。让罗森更为感动的是，当地的百姓还自发地为他做了一副拐杖，还为所有的飞行员做了鞋。多年以后，罗森听说陈慎言在美国学习，他多方打听，找到了陈慎言，并和他留下了这张合影。我手上拿着的是由美国飞行员提供的一张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明了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坠毁的具体位置和飞机的编号。75名到达中国的飞行员中，除了有3名飞行员在降落的时候就不幸遇难，8名飞行员被日军捕获，
其他的64名飞行员全部在中国人民的救助之下成功脱险。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那段已经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1942年5月，在中国军民的一路护送之下，64名美国飞行员穿越1000多公里的路程，分批次到达重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最高礼遇。1942年5月5号，杜立特和他的轰炸大队成员开始了漫长的反美航程。获救之后的64名美国飞行员，有的去了北非战场，有的去了欧洲战场，有的则留在了中缅印战区，继续与中国人并肩作战。然而，帮助过美国飞行员的中国军民，随即却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根据档案显示，日军仅仅在浙江衢州的长台镇和清湖镇，就进行了为期27天的屠杀，而原因是这两个地方的村民曾经救助过杜立特中队第3号机和第11号机，在日军残酷的报复下，25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这是一场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杀戮。日军妄图以此警告中国人不得再有反抗，但这并没有恐吓住坚定的中国人民。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抗日力量的帮助。1990年9月，杜立特中队1号机的领航员波特组织了一支考察团，来到中国的浙江和安徽，寻找当年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他们还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有44位健在的飞行员签名的铜牌，上面有两个大大的汉字，多谢。当时时间已经过去了48年，1号机领航员波特竟然找到了曾经救助过他的村民朱学三。波特颤抖着拿出了一封已经发黄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1946年的3月26号，由于种种原因，40多年来他都无法将这封信寄出。今天他终于可以亲自把这封感谢信交给当年的救命恩人了。1992年春天，距离杜立特轰炸整整过去了50周年，5位中国老人接到邀请来到了美国，他们是营救15号机成员的赵小宝，营救7号机的陈慎言，营救1号机成员的朱学三，营救3号机成员的刘方桥，以及营救11号机成员的曾建培。相隔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为和平而战的岁月。那些当年没有来得及的告别与感谢，令他们百感交集。在杜立特行动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专门写了一封贺信。他写道，在突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杜立特行动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贡献，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一支神秘的日军部队
一份鲜为人知的登陆计划，一次跨越国度的联手抗日，一张隐秘的情报大网。美军为什么会挑选一支游击队来进行情报合作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华南谍战》。